等故意来我的电视开始有用迄、那个台语伫放扫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足济吼，足济迄个台语的迄个节目，拢是伊迄个吼、哦，应该是啥，是用国语写的，爱、啊、就直接甲翻啦，啊，当然这嘛是比作笑会笑的无，吼、哦，迄有以前吼、哦、有一个电台吼、哦，伊讲说哦，这一个字啊，今仔日阿扁的总统去台南视察，哦，啊，伊去看因亲家母，啊，伊若讲因的亲母，伊就照咧头嘛，亲家母哦，亲家母，哦，啊，若亲家母伊按咧就变作亲家家。台语不是在读啦吼，啊，所以闹笑话啦吼，哦，啊，过来，有囡仔，哈，囡仔困伫电梯啦，哦，唔知有一天突然间停电无，啊，囡仔含伫这个电梯内。伊讲囡仔吼，困伫电梯内底点外钟，迄毋是困伫遐啦，伊是含伫遐，吼、哦。国语说现吼，沦、哦、陷的现，现在含伫遐无吼。啊，过来，这个嘛是迄个台语甲迄个拢分无清楚无，吼、哦，看日出，吼、哦。伊讲这嘛是甲这有关的啊。迄同一个报，还讲说，阿比的总统哦，今仔日早起去吼，迄、哦、都去台南哦，啊去视察，啊明仔早起，伊要去这个阿里山吼、哦，看日头出山，吼、哦，这都严重啊无，出山迄台湾都无好代志无，啊其实看日出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啊你就别讲看出山吼。哦哦，啊，这吼、哦，我伫上课教小朋友嘛是足熟悉。这只吼、哦，这只叫做烫，啊，我就问讲，小朋友，啊，那烫衣服、烫裤子怎么讲呢？哦，伊人讲，哦，老师，我也要，哦，烫衣服叫做烫衫，啊，烫裤子叫做烫裤，吼、哦，啊不啦，迄是。这个烫吼、哦，台语无用烫啊，用捂啦，捂沙捂裤，啊，伊都会晓自己念，啊，自己讲也同款啊，推广的讲，吼、哦，推广的讲，伊讲啊，广播电台，吼、哦，啊推广，啊伊讲，啊那来讲，啊那广东广西有人会晓讲无？哦，啊伊那就拢作用用，老师啊，我也要讲，啊来你讲看卖啊。广东、广西，伊就讲哦，迄号做广东、广西啦，不对啦，会爱讲广东、广西啦，广东甲广西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发音走起，啊，就会拢会闹出这个笑话出来，啊、哦，啊，啊，迄、那个那讲台语，啊、哦。那讲台语的时候，就袂亲像讲北京语，会安尼咧，安尼夹夹做伙无？哦，导游，哦，啊，两个做别个朋友，伫路的退伍了，伫路的拄着，啊，夹着问伊讲，啊，你即摆你做啥？好、哦，我伫做导游啦。伊讲好啊，啊，无你吼、哦，明仔载吼，你送一搭去阮兜，偌济我自付你。有拜托嘞啦，我唔是做迄个导游，我是伫做迄个 tour guide 啦，迄个导游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另外一个无，我说，爸爸因同事敲电话来，啊，小明接的个电话，啊，爸爸同事讲，啊，你爸呢？哦，我爸掉到水里啊，哎哥，啊，你母呢？哦，伊就赶紧去啊，去找伊啦。哦，啊，这代志就足严重啊咧。啊，尾啊吼，
搞清楚了啊，唔是啦，因爸爸是职务上的关系，调去水里做工工课啦，不是掉到这个水里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得变这胸罩，啊，哈、哦，啊，伫遮吼，即句话小姐唔好听啦，哈、哦，哦，啊，你若要听，我记啦，哈、哦，啊，那个算命的愈算愈歹命哦，哦，啊，一个小姐去算命，哈、哦，嗯，啊，算命先得个这小姐讲，哎、欸，小姐，哦，我看你哈、哦，身带胸罩哈、哦，啊，小，哎、欸，小姐就讲。啊，无我胸罩拔掉，啊，是都无代志啊！哈，我还是笑话啦，哈，啊，大家唔好当作之类啦，哈。